种的是那个，他中的是，什么来着？啊，他中迪士尼门票，对。但是迪士尼门票他说可以拿去兑换，可以兑换成2个月的电费。哎呀，没有架子真难受。寻找一个这个角度的架子很难搞。出租吸尘器啊，大家好像每个人房间其实都有个吸 Hello，尘游器而泳。已，就我们房间好像没有，所以我们就中了一个。晚上好啊。电费还好吧？电费的话，一个月的电费我俩也就加起来，一人也就200-300块钱吧。晚上好。因为每个人他的对生活的一些灯光要求需求不一样啊，这每个人都差不多。肯定没排练呀！你对，们但是真那个的商是，店，因为冬天到了嘛，肯定他就没空排练调我才啊直什播么的，呀。不算晚，反正我也要走。谁是你看老我的婆？新不演是我出，老你婆，看到了吗？不是你老婆。看我的眼珠子，什么？我俩好太看吗？省。谢谢某某同学的奶茶，还不有是，说，还有人是声线没拍灰完，色的。电费也不，我们电费其实也不少。对，本来是要排练了，但是现在还有人声线没拍完。是不是比之前的那个要自然一些？确定是你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不想去迪士尼，我看看，考虑一下要不要把我的迪士尼卡换成电费。但是我又觉得很麻烦。换成电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天天在房间里面没事就吸。现在没而去且迪今士天的尼。造型，你们一定猜不出来，我们今天深写拍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抽到那个迪士尼卡的时候，谢我谢美哇好的一的下哭夜了出空。来。换2个月电费，因为一个月电费很多。你知道，就是，其实他那个什么，你真的，你得奖之前啊，就是抽中你之前，真的会有一点对，感觉的。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然后什么叶感总为了想？安慰我，跟我说：“你可以换成2个月的电费。感想就是，”我终于在年会上中了一个而奖。且我觉得叶总应该是觉得我会很喜欢这个奖品，今天那个因为是他因说，为因为我中因为中奖前的时因为候，他感觉他很开心。就是谁抽完那个他农夫的抽完时这个候，奖之后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谁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最就后知一道个一定是。”是我。可爱的卢天我就惠，知道，我就觉得天结天果奖肯定是我的。可爱的卢然后天惠我哇那的一个下哭了把那出个来。名字拿过去的看了一眼之后，又看了我一眼。我知道这100%是我了。我就准备，我都已经把东西放好了，我把都叶站总起来吓了了。一跳，把叶总吓了一跳。叶总肯定觉得可爱的卢天慧应该会很喜欢迪士尼，因为我之前你跟叶是总真说，的会有那个感觉的，就我之感前觉跟到叶会总叫到说，你。叶总心情不好，叶总说你去迪士尼玩吧。他很喜欢，他他觉没有得看我之前，我就有那种感谢谢觉巧了。克力。因为对，水水在上台去抽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在喊插队、插队、N 队、N 队，因为都想要就抽到插队人或者 N 队人嘛。然后谢谢插奶队的茶，友友们也在自己喊插队、插队。然后水水抽完之后看了一眼，让他失望。露出了一个一看就不是结插队果的可表爱情。的卢天慧并不喜欢迪士我就尼。我那不是美好祝愿你自己一下吗？我们的一等奖而是且，赫莲娜的一个套盒，就黑那猫带面个霜，不知道里面除了面霜还有没有其他的刘东贤西。还在旁边叫刘谢谢贤，这这个人个，讲话很好笑。刘贤还说：“哇，你是刘叶总的翔，亲女儿吗？为什么巧克他只力。夸你可爱对啊，因 为刘当你贤抽好那大个声，四在等我旁奖的边时候，就要喊抽：“十个你是嘛，叶总的就亲两个女队儿友和吗？”队长，就是每个人抽五个，然后刘杰连抽五个，全是插队的。他因为然后那个插队他们抽了5个，4个是 N 队的，一个是插队的。怎么不使用？这个超使用好不好？你不知道这个转手一卖能卖多少钱，几好几千呢。而且说就算不卖的话，对自己有但点就是我是还是很开心的，感觉自这己一个秒变贵妇好吗？抠姐中了这个大奖，嗯，相当于我也中了奖，对呀、啊。
谢谢小凯丽，而且我有预感，我抽二等奖之前我还给柯姐加油，我说柯乌娜加油，结果我就看见那个叶总那个眼神 一我没盯，错了啊。我想没错，就是他，张笑盈。对，然后我们321去拥有了一个吸尘器，还可以吸好多个。他说里面有好多个头，可以吸螨虫，什么都可以吸。要不我们拆来看一下？好麻烦，我先直播吧。行，有一种这是谁放进来着？白馨宇不是有白一个得吗？了东西就有一种愉愉悦悦的感，你感懂觉吗？哦，很开心。对啊，我第一次中奖。去年的那个每个人都有的电费不算啊，每个人后面的电费就是叶总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啊，都有，也，然后去我年有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电费，好吧？是不是，80%的人都是电费，后面都有的对，因电为费后还面有，他又加抽了很多电对，费，但那还你，是有人没抽到。我是每年都中奖，我在北京就没中过奖。我每年都中奖，虽然有小奖有大奖吧，有的小奖就是一些购物卡吸呀，一尘些器电的费开箱卡有呀，什么好看？是小奖，大奖就是什么 iPad 呀，这个社长说里面有很多个头，直可播以套吸过装很啊，多这个地那方，个的。然后还可以吸床上，对，可以吸螨虫什么的。还风水好，风水。今天刘杰跟我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在那里悄悄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中奖的位置，你必须得坐南朝北，坐南朝北。其实算了算，我那个位置还真是坐 南你朝也北，是坐南朝北啊？对嗯。呀、啊，但是说实话，跟但这没青有什青么也关就不系。是，啊，青青不是，青青人，何阳青青哦。一等奖得主，谢谢子慧的巧克力敬业福。哦，对了，今年可以开始扫福了，对不对？坐南朝北，对，玄学。白馨宇说他从来没中过奖，是吗？那他好惨。白馨宇很 emo，但是后面因为得了很多得了个鼓励奖，瞬间就不 emo 了。对，他的奖金好。我们房间是坐南朝北吗？不知道呀。谢谢酒吧同学的荧光棒。对呀，这是我新买的眼珠子。抽奖前算一卦，倒也没有必要算什么，算自己会不我会中也奖。没有鼓励奖哦，三颗哟。二等奖还真的是我中过最大的奖了，有史以来，有生以来吧，中过还最是大很的奖。开心的，今天吃了很多东西，在食堂，吃了大螃蟹，吃我了上次大中奖贝壳，是吃在了微大博上虾。转发抽奖，中的就中了人家一个店铺的一个福袋而已，这就是我中过的奖。谢谢我好像没有那些偏张财琼运。宇的99个荧光棒，什么菜最好就怎么吃？说，每年年会的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螃蟹最好吃。对于你这过去的这一年所有的不好的运气这一面得到补偿，如果没有补偿到的话，说明这一年的运气还是不错的。追溯到我还没心有中态要奖放前，平，好吧，这个没有中奖，但是要把心态调整好。那个时候还沉迷于二次元的那 些我小就裙子，是属于嗯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不是全 N，现在是全中心都这个发型。谢谢奶茶。不对，有的对没派，他明年不参加年会了，心态半崩个了。中心的人都是这个发型。那能不能把他名字我自己给他塞进去？要是中奖了，他也没，天反正上也没来三参个，加，直接是这我个把风奖格。品带走。我自己偷偷的把他手那个名字放进去。我今天可没有公主钱啊！别浪费，对吧？没有什么说法，就拍成写的，今天就不让散着头发，就必须要盘起来或者绑起来。我今天的头扎得很紧。人家明明站起一刘海，我晚是上没有好，刘海，没有齐刘海的好吧？谢谢玫瑰花。等我把头发拆了，我就去做一个娜娜的发型。谢谢奶茶。头发拆了就变短发了嘛？我觉得我那个长度应该差不多跟娜娜差不多了。
谢谢梅老七的夜店，谢谢梅老七。我今天起的还蛮早的，用啊，但是有人还没有拍完升血，就是说，对，你要说这个，我今天提前了一个小时，坐在沙发上坐了一个小时，就为了给自己消肿，结果呢，也是过了很久才拍到自己，3点钟在下面准备，因为结果因为头发8点半才拍完了之后，短发的时候应该就不是很，就应该会很乱的那种，晚上好，就不是很有一个型儿，所以去剪的话，就先想剪娜娜的那个发型。谢谢奶茶，谢谢奶茶的夜店，对，真的等好久。因为他今天的声线要求很高，嗯，高难度，今天高难度，他要求很高，到后面我实在不行了，我等不及了，我都等生气了，我跟我们姐姐说，大齐娜娜，谢谢德国球迷的夜蝶，谢谢德国球迷，大齐娜娜，跟我们姐姐说能不能催一催摄影师，我们等不了了，我们要排练了。不知道哎。反正就是今天拍的还其实还真的挺好看的，我看了一下很多人的那个拍出来的成片都没有修过的生图，我就觉得很好看，太生了那个生图，嗯，吓人了。今天用那个相机啊，贼高清，贼高清。我哪一次说好看然后写出来结果不好看吗？出卖我的爱，嘿嘿，你背了良心债，嘿嘿，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，嘿嘿，又掉一个，我搁这抠了，抠了吧，抠了打算做一个新年款排练没有，我看下去。什么估计还得个20分钟吧，半个小时。我们拍完还有两组没拍。没有，刘姐拍完了，还剩秦雯。谢谢注意卫生的权杖，谢谢注意卫生。嗯，我只有一半，我现在只有一只手。只能比半颗心。其实挺伤的，不建议大耳抠，但是因为我这个手吧，就是有点控制不住。昨晚直播为啥删了？因为我没化妆，太丑了。就想全部都抠掉。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到。但有一说一啊，今天那个什么，今天年会的那吃的还挺好吃的，比去年的好吃。只能有缘人看，就是只有。虽然后面上了好几道菜。只有那个，无意间点进我直播的人才能看。都已经吃的很饱了。怎么可能是502粘啊？有专门的那种粘那个甲片的胶水啊？真的吗？你们是只吃几个肉萝卜是吗？你们手。奶奶的多好看呀，什么呀，就很甜，好像所有的菜都带一点甜味儿。骂我，你是不是说你奶奶的，哦，奶奶的 sorry。 真的是这事儿，我在发生状况，就有一次马玉林他出去拍照，嗯，是去吃一玩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特别可爱，我正发了个评论说奶奶的，他说你骂我。不是，我们北方人，他是北方人吗？谁啊？马云。嗯，马云不是。他哪里人？他是四川人啊。啊，那我们那边你这个奶奶的，就是一看你会自动带入，你就是在骂我。他可能觉得我一般不会对他说奶奶的，只会对一些东北女孩的正常反应。笑死！所以每次我看见别人说奶奶的这三个字的时候，我就会心想，嗯。他在夸我，不是骂我，他在夸我。张少宇奶奶，张少宇奶奶，可能大概过年的时候你就能看见张少宇奶奶了吧？这就是中国汉字，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。嗯，应该能吧，而且你知道吗，我觉得我司真的很不错，
我司他完全考虑到了我们这种贫穷打工人的一种心理状态，因为他说可能应该有可能会给我们就提前发工资，就不用等到初五的初六那段时间，因为如果不发的话我们要等到初八，因为初八上班我们才能发工资，如果他提前发的话我们就能过一个好年了。哎，不想排练，时间太紧了。昨天我在干嘛？我想应该能吧，我要真回不去、昨天我在外面吃饭。前天我在干嘛？16、17号前天我在干嘛？发下个月的工资。前天我在睡觉。我的天啊，我 unit 还没排，今天要熬大夜。你们今天排吗？排啊。嗯，都要熬大夜。那完蛋了，我也要抢不到舞蹈教室。因为我们每个月的是每个月5号发今天嘛，但是如果我们还是2月5号发的话，肯定发不了，因为那个大都没上班呢。你们猜我跳什么？8号的时候再发这个月工资，不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年都过不好嘛、没办法过一个肥年了，对不对？肥年，对，你的年。跟你们说，今天我的天哪，今天他们给虎年出生的人一人送半年电费。就是今天姐姐，我算了一下，姐姐在群里面问，她说我要熬到后年我才有哪些，我要熬到后年我才能赚到电费，朋友们，我还要再熬3年。张怀，你让我滚。谢谢五六的权杖，谢谢五六。我这个属相吧，它可以根据时时来改变的。不会取消吧？你这样才像塑料管呢。对啊，如果他要说属马的可以免的话，我就可以属马；他要属猴的可以免的话，我也可以属猴。福利去年就没有。但是也不能往回比啊，这个好事儿你也不能说，你总不能说那我今年还把之前10年的都给补上吧。补上。他们说去年就没有电费，虽然很去年的人很倒霉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吧。今年比去年好多了，今年直接是免一个月，去年就是给300块电费。300块电费半个月。我去年我真的是我依稀记得我人年会的时候，我在外面跟朋友在外面喝茶，然后我跟他们视频。对，我们电费真的很贵，我就是很崩溃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跟他们打视频。就是今天下去签工资单的时候，除了感慨一下，就是世界上的人有钱的人怎么那么多，和没钱的我怎么和他们和平共处以外，还考虑了一下我们的电费，怎么会这样？谁是你的女儿？我不是你的女儿。为什么我是所有人的女儿？怎么没有人要当我的女儿？就是哭完了。没有啊，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看什么电器，我们就冰箱。我不想要女儿了。空调我们都不是没有关过，一直都是干嘛出门我不想要你，或者干嘛有时候觉得热我们就会关掉，然后冷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开。然后我们发现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电器了呀，然后有个饮水机。我不想要了。还能有什么呢？我错了，我不要了。有个台灯。对，我说换沙发还没换呢。扣姐嫁进来之前我就跟她承诺了，我说要给她换一个新沙发，但由于这个月的工资嫁进来，这个月的工资用来做美容了，所以也手头很紧张。我是嫁进来的入赘。妈妈知道了一定很难过。我画饼，我这个饼已经画了2个月。如天会啊，嗯，
真的是啊，我都入睡。然后抠姐，抠姐这边本来入睡之前说自己是一个贫苦的人啊，只有一个台灯可以带过来，结果进来了之后又抽中了一条就又抽中了一个戴森吸尘器，又搞了一个这个投影电视。家庭地位一下就上去了。然后我这个饼现在还在画，我说下个月一定买沙发。但是你不觉得这沙发还很不错吗？挺好的，你在他身上坐久了你都有感情对吧？对吧，这都是嫁妆。我忘期真的，所有人都拍完了。哎，我很忘身边的人，说实话，那入赘坠的很亏啊，这个坠。不是，我真的真的是那个很旺身边的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完了，那我明年一定会好的。对，不，今年我就可以一水之天错吗？你要去哪儿？遨游四海。那忘自己也不是自己说的算的，我得找一个也忘身边的人的人来忘我，好吧？谢谢巧克力，忘粉丝吗？应该不会忘吧，因为你们离我还是太远了。他这个身边的人说的是和你就是关系很亲密的人。还没有消息，我就看了一眼。对，我看那个瑞瑞好像说他们房间好像又在漏了。在外面漏水真的是太痛苦了。不想跟你们讲话，可不敢贴贴。就是昨天晚上罗天慧不知道做了什么美梦。我做什么美梦？他搁那笑。而且是而且只笑了一声，刚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点我突然醒了，我醒了就听到上面有人突然就是我说你睡着了吗？他又不理我，我想他应该是睡着了的，反正后面就没动静了，也不是冷笑，就是感觉他很开心。哎，有微信吗？有群里的吧。嗯，是不是排练了？我忘记我梦见什么了，我昨天睡得很香甜，一觉就睡到了，一觉就睡到了天亮了。谢谢奶茶。我忘记我梦到什么了。感恩。我想今年应该能回去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好像只是说双方两个地方都是中风险，都有中风险的话可能回去稍微麻烦一点，成都又没有中风险。不是，我是说这样比心最土。有消息吗？有。跟柯姐住一起睡眠好了很多，因为我就是身边有人的话我会睡得踏实一点。排完不然你这样我是能熬夜的。我就是如果有室友的话，包括之前出差有室友的话，都会生活相对来说规律一点。如果我自己生活在一个环境里，我就会觉得很无聊，我就随心所欲放飞自我。所以今天回来应该不会再播，因为今天可能会回来的也很晚。首先我们今天要先学掉两首大歌，两首大歌学完了之后开始搞自己的 unit 搞吧。你猜那会儿都几点了嘞？随意翻滚，谁没事儿睡觉干嘛呀？睡觉像打仗一样啊，在床上打架。应该就是把原则弄出一个大概的轮廓。我跟你们说，抠姐她不是人，她那天她睡不着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那儿躺得好好的，她突然拍我，她说
哎，起来打一架！这不是锻炼一下吗？消耗一点体力，然后能睡得更好，知道吗？你们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哎，我没有打人啊，我是让他起来跟我一起打，没有单方面的殴打他。没有，这是一种健身，好吧？我拒绝了，我婉拒了，因为我要睡觉了，我把他婉拒了。我睡觉的时候踹他了没有？你睡觉绝对是踹我。我为什么踹你了？我哪知道啊？那为什么是绝对踹你了？因为我知道、啊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？嗯、啊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头会移动。我头会移动，我脚又不断踹人的。但你身体不动。你用你的膝盖，你在用你不是膝盖肘，你用手肘，你用你的手肘击打我的脑袋。我现在睡觉都抱大鹅的好不好？给我聪明伶俐的大脑袋一顿肘击。别说，你睡觉也不老实。我那天，我就是醒的稍微早了那么一点，就看见他在旁边打太极。他那个腿哦，哎，你快给我举一下，我要模仿你。来吧。他是这个样子，他是不是这是躺在睡觉吗？他这个样子。我可能那天梦见了你，答应了也跟我打一下。你在打跆拳道，练跆拳道，真的是竖着踹的，往天上踹。靠，指甲剪短了，我的手真的好短，现在。嗯，好短一双手。你等我把指甲剪完，你再擦护手霜行不行啊？你操心的事儿倒挺多。你家里住海边啊？我要去排练了。我今天的妆化的可认真了呢。你们看出来没有？指甲都没剪完，你涂护手霜，涂了那剪指甲不打出溜滑？一点脏东西都没有，因为我提前去看过那个镜头，我发现非常高清，我就画了，很认真的画了一个妆。哎，你说，等着今天这套声音写出来了之后啊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。我给卢天慧拍的，以及卢天慧给我拍。你别说，我不是解不开你手机吗？就是他用这美颜相机要给我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然后我就给他拍了那种，嗯，我可能有1.4米。那我没办法，我打不开他手机。我打不开手机，我只能用那个原相机给他拍一拍嘛。我还用了人像模式。很专业的，很有艺术感，就除了看不清脸之外，就是说很有氛围，很有艺术感。我追求的是这个整体的构图，你只是我构图里的一部分。这个中心就是不是以你人为主体的，就是说这个意境，知道吗？听都不想听。排练了。排练去了，剪完指甲就去剪指甲吧。哎呀，好痛，好痛啊！我昨天被打了吗？碰瓷儿了你？哎，我好痛！哎，真的，扣姐，我是不是被人打了？也有可能自己摔的。哎，这个地方真的好痛啊！你没有想过可能自己是不小心在那儿摔了吗？这里好疼，这边就不疼，这边就疼，好了，这边就不疼，收拾一下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灰灰。我们没副手，排练去了。
你副总箱在我包包里，昨天我带出去了。那就一会儿再涂吧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就不涂。你越叫我涂，我越不涂。